안녕하세요 ，Hello 大家，今天呢是一个很普通的礼拜一，但是我今天呢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就想说可以来拍一个大家想要看的日常 Vlog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先自己一个人出门去领 YouTube 给我的薪水，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因为要一个人去，我就觉得有点无聊。在领完钱呢，我要跟朋友还有之前的老师去吃饭，然后晚上呢，我要去宠物店打工，狗狗洗澡。那我到那边再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今天要去宠物店打工。那因为现在疫情严重的关系呢，大家出门都要戴上口罩哦。但是我先说，我是那种在公车、捷运、计程车上这种比较密闭空间才会戴，但是如果是走在路上呢，或是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戴。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没有戴口罩的时候，不要误会我。我其实在密闭空间或者是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我都会戴着。这个角度太丑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姐房间不好拍。我现在要用离子夹，不录影。现在要用离子夹来夹一下我这个过渡期的刘海。对。哎，这个镜子，大家都问我刘海怎么夹的，其实我每天夹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教你们。我就是今天想要夹什么感觉就夹什么感觉，绝口不提没关系。哦，今天的弧度我还满意哦。其实这样子就夹好了，完成了。对，然后我家狗刚好回来了。小屁股，记得在录影啊！哎，戴口罩出门。我家真的就是噪音比较多一点，对。好，戴口罩喽。鼻子这边记得要按下去哦，这样子才会保护到全部。对，好，然后。哦，拿个悠游卡。然后我包包还备了一个口罩，因为我是一个会把口罩弄丢的人，所以口罩带两个。对，嘿，手机，嘿。老这样走了。嗨大家，今天的穿搭，对，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就不用戴口罩了，好不舒服啊。嗨，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现在在等公车。现在在公车上，嗨大家，我终于到了后山皮站。因为我家住淡水，所以呢去哪里都非常的远，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快要闷死了。其实 YouTube 的薪水可以用汇款的，但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现金的人，所以我就决定每次领钱都要跑到这里来。你好。OK， 三六五一，搓一下啊。来，号码摆给你。谢谢。你这样可以吗？对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。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，拜拜。嗨大家，我现在快速移动到了泸州这边，因为我刚刚拿完我的辛苦钱，现在要来跟朋友吃饭。然后我把口罩拿掉了，因为下了计程车后，我就觉得可以让我的脸休息一下，因为真的有点闷，加上我要吃饭了。我这个月领的辛苦钱呢，很多，快要10万。虽然我知道说出数字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不是很害怕告诉大家我领多少钱，因为这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。然后我的辛苦钱都在这里。我提早到了10分钟吧，因为计程车开得比较快。对，我也没有到很饿。看起来好壮观哦。
可是他妈妈说再等等看。没有吧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全额退吧？没有，不一定。我们是订阅。五月也还不会。对的。怎样算涨？宝贝，再看一下。25岁前多少？因为当你还是很想玩的时候，就不要那么早生，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小孩啦。喂喂，我在计程车上哦。我知道，拜拜。大家，我现在在五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去我表姐的店里面帮狗狗洗澡。我昨天在这边实习一整天，然后今天要来帮狗狗再来洗一次澡。我表姐开的梁弟弟啊，有他人，梁弟弟啊。表姐的宠物店里面，然后他们才开半年不到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捧场。Hello， 那好幸福哦。Hana， 姐姐想你。她是贵宾，刘汤圆，姐姐也想你。这只是我家的狗，叫圆圆。这只叫布布，这只叫布布，这只叫憨憨。这只是我弟弟刘汤圆，三只饭团，饭团才七个月。他是小 baby 比熊，七个月的比熊。Hana， 圆圆 ，Hana， 大平，嗨，我表姐开的宠物店，他们家，他帮狗狗洗澡的有分这些长毛、中毛、短毛，然后还有帮狗狗护发的，对不对？我表姐他们的宠物店也有狗狗住宿，对吧？小汤圆。哎呀，我会加几块钱。这不是，手嘞？这不是，这我弟弟吧？你看刘弟弟的图特别厚。我优米竟然上片。亲亲啊，痛痛吗？好，我先洗小脚，再翻一个，不可以哦。好，我先帮你搓身体。那个舒眼屎啊，舒眼前弯好乖呀、啊。因为要这样舒狗狗才会有把眼屎啊、泪腺的脏东西把它洗掉。洗弄掉，哇、哦，好乖哟、哦！来，另外一边。看看怎么这么乖、啊、哇好乖哟、哦
好性感的那个头发。大家，我到家了。然后我现在在吃冰棒的原因是因为我嘴馋，但又不饿。别提到电脑。然后为什么我要这样吃呢？因为我不喜欢吃黑糖，我喜欢黑糖珍珠鲜奶，但是我讨厌吃黑糖。啊！不能吃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我的口红被我吃到没了，对，要去尿尿了。然后运动、洗澡、睡觉，拜拜。